姑娘，你找谁？啊，阿姨您好，我有一个朋友住在这里的四楼，大概30岁左右，一个小伙子，但是他既不姓吕，也不姓姚。哦，知道了，姓吕，对对对，是有这么一个小伙子，他现在不姓吕，但他以前姓吕，他就应该姓吕。阿姨。您都给我搞糊涂了，啊，不糊涂，这事儿呀，得从十几年前说起。追悼会上的江一凡，大家有什么感觉？哭得很动情。可是我怎么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啊？毕竟是自己的丈夫惨死，再怎么伤心都无可厚非。而且，在对于亲人的这个哀痛表现里面，在我们这个文化底蕴，他再怎么夸张一点都是 OK 的。没错。不过这位遗孀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是前段时间大家帮我收集到的一些关于梁晓彤的照片，我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照片，比如说他参加这个公司年会、俱乐部庆生，还有一些慈善拍卖。大家看完了有什么想法？原来这花花公子梁晓彤身边有一个孤立女友啊。郝丽，你太幽默了，你难道没有看出来这位正是戴宪阳的娇妻江一凡。利害关系都跟你讲清楚了吗？你可要快点兑现。这良辰美景的又说到钱上去了不是？这么多的钱哪能说凑齐就凑齐啊，怎么着也要个一两天的时间吧。梁晓彤生前的手机里没有太多线索，我在八队的建议下负责调查梁晓彤有没有其他的手机，于是我从梁晓彤手机的联系人里找了梁晓彤一个小兄弟，他用他表弟的身份证号给梁晓彤开了一个手机，梁晓彤用这个手机给美国去了一些电话，都是洛杉矶的区号。江一凡。我可以进去坐一坐吗？咱们可以谈一谈。我们都失去了亲人，应该有很多可以谈的地方。好，请进。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。你跟梁晓彤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都知道了？那您都知道什么了？哼，你心里比我更清楚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让你亲口承认梁晓彤她是被你害死的。我看您是不是想儿子想疯了。我知道他想要你的钱，想用你的钱收购军鼎会所的股份，
这个想法很荒唐。他甚至用你们拍的下流的视频要挟你。你当然不愿意把君鼎股份拱手相让，所以你有足够的动机杀了他。怎么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为什么要杀小童？说实话，倒是你，你这个当妈的，你没教育好儿子，你让他不务正业，你让他在外面拈花惹草。关键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是你不肯替他垫付君鼎会所的股金，你不愿意让他完成自己的心愿和梦想。真够狠的。你知道小童最后多可怜吗？他到处求人，打电话借钱，我看着都不落忍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啊，他才惹上了不该惹的人，才会死得这么不明不白啊？看来你是死不认账了，那我就更不指望你承认你们做的更可怕的事情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心里比我更清楚。我希望戴向阳不要死得不明不白。目前我们只是知道梁晓彤和江一凡的关系比较暧昧，而且在戴向阳死了之后他们就立刻取得联系。那么他们在商量什么？是否又和梁晓彤的死有关？显然江一凡是不会说的，而且现在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去长时间的拘留和审问。但是据我所知，梁晓彤在戴向阳生前已经积极的筹款准备购买他的君鼎股份了，所以我想他一定会和江一凡有所接洽。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展开调查，可以找一下双方的律师了解情况，等我们掌握足够多的材料的时候就可以重拳出击。纳兰，纳兰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家。怎么了？现在两名人质被杀了，你们这些剩下的人质可不安全啊。怎么了？我突然感觉我犯了个致命的错误。哎，冒昧了，冒昧了，不打扰吧？哪敢说打扰啊。赵总您请。好。谢谢赵总。这老戴一走清静了许多啊。两个孩子呢？啊，孩子暂时放我妈家了。这不是刚办完老戴的葬礼吗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嗯，一下子发生这么多事儿，还真是难为你了。坐吧，坐下来说。好。您这出门阵仗还真大呀。我刚泡的茶，给您倒一杯。好啊，谢谢。那我也抓紧时间把来这儿该办的事儿跟你说了，好早点还你清静。好啊，您说。哦，这样，老戴临走之前呢许给我一样小东西，后来他临走的时候没来得及给我，我这不就贸然的过来自己来取一下。我们家老戴尸骨未寒，
赵总，您这耐心还真不错。其实我的耐心也算不错，你看啊，老戴走了连声招呼都没打，我这也难受了好几天。你呢，从美国回来这些日子我也没来打搅你，就心想着让你把该处理的事情都处理了，把该处理的人都处理了，这不才小心翼翼地过来拜访。今天什么日子呀？怎么所有人说话都阴阳怪气儿的？什么是该处理的人？老戴啊。哦，我们早晨不是刚把他送走吗？对对对对。你看这天儿也不早了，这个屋里阴气重，晚上就更不好待了。麻烦你把东西拿过来给我。行，什么东西您说吧，我这就给您拿。命根子。什么命根子？赵总，这个时候您跟我开玩笑不合适吧？一凡，我怎么可能拿故去的老戴的话开玩笑呢？你可能不清楚哈，老戴生前呢有这么个嗜赌的小癖好，这点想必你也清楚。他欠了我一点赌债，当时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万一还不上，他拿命根子抵给我。欠你钱是吗？欠债还钱嘛，天经地义的。赵总啊，我呢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，这样吧，你说个数，你说个数，我看我还不还得起，好不好？其实不多，七八千万。哦，算上利息也上亿了。赵总，您呢是个直来直去的人，那我呢也坦坦白白地告诉你，一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命根子；二，我无力还债。如果呢你把我逼得急了，我孤儿寡母的，我没什么办法，那我只能告诉公安。你猜啊，你猜这些公安会不会觉得是你这个逼债的买凶杀人呢？哼，钱呢老戴不是直接管我借的，是向钱庄借的，整个的程序里没我。不，当然了，你要报公安其实我也没什么意见，不过得想好，一定得想好。还有啊，你干的那些事儿呢我都清楚，真要闹到公安那儿，我向你保证你的麻烦会更大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命根子我从来没见过。我还真不相信戴向阳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不做个交代就走了。哎，你要真找不着命根子，就把钱给我凑上，大概就行。这七八千万上亿啊，你一夜之间让我跟你上哪儿拿那么多的钱给你啊？买房，卖首饰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有一个军鼎会所可以卖啊，我相信你可以。这样，我给你2天48小时，你要么把命根子给我拿回来，要么
把钱给我凑齐。如果当时我没有阻止，李万祥可能还活在人世。如果早点和你们联系，爆炸可能就不会发生。像叶美萍、洪汉有这样无辜的人，可能就不会惨死。蝴蝶效应是最不牢靠的后悔药。其实你们劝阻李万祥一点错误都没有，所以我相信同样的事情即使发生1万次，你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。但是对你们隐瞒真相、串供，这就是不应该的。现在想起来，简直就是大错特错。这都源于你们的同情心，可是执行起来却犯了和李万祥、洪汉友同样的错误。他们犯的错误就是剑走偏锋，不相信法律，要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去伸张正义，结果却把自己逼入了绝境。你们的串供说到底走的也是同样的路线，是对我们正当公安司法渠道没有给予足够的信心。那我就更加不应该了。我相信你当时也很为难，如果不拖延时间的话，等我们公安人员冲过来，梁晓彤被当场割喉的可能性更大，而李万祥也可能当场成为了死刑犯。没想到你还挺会安慰人的。我说的都是大实话，有时候我甚至在想，如果你没有被击晕，没有失忆的话，你会不会立刻把真相告诉我们警方？时过境迁，我现在说什么还有意义吗？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江女士，今天早上我在追悼会上看你哭得特别伤心，所以有点担心你，就和八队请示了一下，来探望你一下，来看看是不是都还好。就那样呗。能不能进去坐会儿？可以啊。谢谢，请进。第一次来就招待你喝红酒。这么大的房子，现在就你一个人？是啊，孩子现在都在我妈妈家。这不是刚办完老大的葬礼吗？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吧。特别能理解。一般来说呢，在初闻噩耗和亲人刚走的前两天是最难熬的。这种时候你最重要的就是和身边的亲人啊、朋友啊多讲讲话，聊聊天，来打打岔。虽然很多人说刚办完丧事就活动是对死者的不尊敬，但是我认为比如说像听听音乐、看看书、跑步健身这样的活动还是可取的，来转移一下注意力嘛。跑步、健身、听音乐。那老师，你还不了解我，我这个人啊，做事我有我自己的方法，我和别人不一样。
你比如现在吧，现在。我就喜欢多看几眼我们老戴的照片，你看，我就看着他，然后逐渐逐渐的把那些回忆都放在这儿，心里装着他，习惯没有他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对了，说到这儿啊，我就顺便问一句，杀梁总的人，你们侦查的有什么效果吗？有进展吗？啊，他们刑侦上的事儿我不太清楚。哎，再陪我喝一口。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啊。莫名其妙就被卷到一场风波里，简直就和做梦一样。但是我很欣慰啊，今天来看你恢复的还挺好的。好什么呀？难不难受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自己能不知道吗？谢谢你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个电话啊，我去一下，五分钟马上回来，好吗？你自己随意一点，没关系的。五分钟哦。才算圆满，所以把孤单当作修炼，感受过严寒才珍惜温暖。道理很简单，而兑现艰难，梦想缤纷灿烂，而命运多舛。平坦，人容易被浇灌，不妨把挫折当作一战，多几次辗转，越来越勇敢。人生很短暂，而人心贪婪，茫然追逐远方，却还旅途和人。
欢，而时间。